这一趟去，一点钟以后自然就会嘣啊！太辛苦了。经过这边的代志，我更加肯定我无看唔到人。我决定安排一个时间，给你一个正式的头衔。你若是想要知影真相，你就先帮我透过。无可能。这个代志我也是跟你讲，你会甘比我一世人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泡蛙声。不是这趟去，这小小的危机对你来讲，应该无算啥。李永光，我这边是被取消了。咱国家的钱三万本不好。正是你替新郎因查某囝注射药干呐，顶块无滴卡有啥物证据？我想要甲药干呐交予警方，安尼就有机会会当查出药仔调包迄个人。今天来乌吃乌啊！事实我一个人在查，紧甲伊放开，咱听好讨论看卖咱后边计划要哪做吗？你来！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人暗中帮你设计吧？哦，这就要看你身躯边这倒的小狼狗啊！张正浩一定有问题，我要想办法找出药干呐，把这个代志查清楚。真正是张正浩把药调包的。你跟张超到底变啥样？是给你绑在家对不？